大家好，我是叶波罗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我要出去溜达，带你们去看看爱丁堡最有钱和最穷的街区，走吧。走吧，我们闯红灯吧。这个在德国是不行的，被发现会罚好多钱，在这边随便。我们很快就到爱丁堡最有钱的街区了，在这儿有钱不只是说房子贵不贵，这个也代表这里住的人的收入啊，或者犯罪率的高低。看看就这儿吗？嗯，就是在这儿开始了，往那边走。哇，这地方好安静啊！对，我刚到爱丁堡的时候，总是特别想住在这儿，在这儿买一个房子，但是太贵了。这边的房子是这样一块的，它们中间围着一个圆形的公园。公园能进去吗？谁住在那儿？谁有一个钥匙？啊，是他们私人公园啊。对。哦。带你们一进看看这个房子的细节。这个楼一般是三四层，但是下面还有一个半地下。这个地下不像那种真的地下室，它的采光还是真的挺好的。这是他们雇来的工人是吧？嗯，给他们种树的。在这儿住的小孩会在哪儿上学呀？你是在 Fetis， 是非常贵的一个 private school。这个地方虽然贵，但是大部分房子都特别老，100多年了。但是这个在欧洲也很正常，人都挺喜欢那种虽然老但是维护的比较好的房子。我们也觉得这种房子比新房子更有感觉。我们在网上找到了这附近的一个房子，它是大概128平，没有公摊面积，然后价格是585000英镑起。买家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在网上加价才能购得这个房子，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圈里面的，应该是在这之外一点点，所以说可能那一圈还要更贵一些。然后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稍微便宜一些的，这个房子是35万英镑起，它的大小是85.9平，上下两层复式结构，这个看起来其实不错。一个球，这条街也是爱丁堡很有名的一条街，有很多店，其中包括也有好多那个二手店，卖二手衣服的。全爱丁堡那些跟我一样穷的人来这儿买那些有钱的人扔的二手衣服，应该是比我们新买的还好。这个就是 Stockbridge。
Average 二手店。哦，这边的二手店卖的东西都比较高雅一些啊。我们家那边的二手店卖的真是破破烂烂的东西，这边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就好一些。目前的地方大概是这样，现在带你们去那个没钱的别墅的地方，去看看那这是爱丁堡一所高中。有一个小知识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英国或者是苏格兰，学生是穿校服的，在德国是不穿的。我们差不多到了，这个区域就是比较囧的区，我们这边转一转。这边房子就破多了。这种楼就是在这边之前都是什么社会救济房之类的。在爱丁堡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是那种比较老的房子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房子，那边那种比较新的房子算是不太好的房子。这种高楼大部分都是70年代盖的，而且质量不太好，他们卖的非常便宜。谁家小猫丢了？那个 Amazon Pickup 太破了。我们在这个区域找到这样一个房子，57平，135,000英镑。这个价钱在爱丁堡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它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，还有一个公用的绿地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。
大家如果还有在爱丁堡想看的地方或者东西，你们在留言里面告诉我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扔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